想到净水机，总以为那是滤水器，是一种生活用品，现在可能要改观了。Diamond Coral 由世界顶尖设计师经过四年的构思和努力，以精致美学把净水工具变成艺术精品，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精致水机。那发现到这个新一代的消费者，或者我们现在的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啊，对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基本的要求。那我们想要找个突破点，虽然过去一百年历史没有人做过，那我们来开始把精致美学注入在里面，让它变成不是一个工具，而是一个精品，一个生活美丽生活的艺术精品。这一部精致水机除了外表上的变化，内在也有很大的改变。那我们把它从一般的净水的这个功能，把它提升到变成能够生产制造的活水。那我们里面放了一些很珍贵的材料，比如说有珊瑚钙，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净化的材料，能够把水变成碱性。那除了之外，我们还有里面还有这个水晶石，就是电气石所做的这个陶珠，所生产的陶珠，所以这些材料是能够提升这个水，然后把它变成活水，所以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好处。